坐下的样好看吧，就是他一件书推过来，然后就有书页从树上飞下来。山谷的谷，米娅呢？这里呢？好，我们走了。米娅呢？发现了什么？松果呀！你要把它带回家吗？米娅几岁了？五岁半。五岁半了？你去年几岁啊？四岁是吧？走了。